池塘听歌沾阳月光，水起飞扬，灯火微亮，青天漠然之上，转眼间思绪千行，举杯邀月长尽惆怅。红藤花落满客窗，染红了一地的雪霜，香路回了过往，却到不了你的身上。听远方钟鼓回响，看着老灯火通亮，燃指过往，谁在躲藏？至少那一袭白衣，爱似你归来，梦里花落后似海，摘一。你眉毛怎么了？眉毛，眉毛。等一下。这下别人看不到了。谢谢。你这样谢我的话，那你帮我看看，用绿色的装饰好看，还是蓝色？你最好看。啊？这些都你做的？那当然，我送给我心爱的小婉。小婉，晚了一步。那就那个蓝色的吧。我怎么都没见过你啊？你叫什么？我刚才是怎么了？被色鬼附身了？不行，这事要紧。花总管，滚！别拦着小姐。思言，你是要做大事的人，冷静。花总管，您别着急生气啊！你看看我给你带来什么好东西了，保证你心情会好起来。裸子弹，你啊。先说这裸子弹从哪儿偷来的？什么叫偷啊？这是我专门孝敬您老人家的。你本事不小啊，花总管。如果我能帮你把眉毛变回来，你能不能消消气，让我继续留在府里啊？你还会变戏法？其实没了眉毛不一定是件什么坏事，因为有了新的机会塑造自己想要的眉形。眉毛的形状呢，也能改变一个人的气质。您看，比如。妖艳，喜
邪魅。也可以温婉动人。也可以是人见人爱的小可爱。花总管，你有没有想过你希望自己是什么样的眉形啊？我之前眉毛比较淡，不像人家剑眉星目的，看着就很男人。剑眉肯定没有问题啊。首先呢，要勾勒出眉峰，注意一定要少量多次。这罗子带一颗值千金，可得爱惜着点用。看来留你在府中还是有点用处的。谢花总管。哎，我还有点没画完呢。好了，太帅。花总管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去吧。赶出府吗？我们说好要在府中相互照应的，你就这么走了，留下我一个人还有什么意思？你还笑？放心，你以后想见不到我都难。我去魏美人那里了。你被分到魏美人那了？是花总管提出来的。对啊。思妍，你太棒了，这么快就被提拔了。笑话，凭我的实力啊，回到装书局是迟早的事儿。走。哇，这院子好大啊。怎么回事啊？听说这魏美人本来还挺得城主喜欢的，可不知怎的，前段时间开始就不愿意出门，因此惹恼了城主。好在二夫人说情，说动了城主，让她参加这一年一度的赏花宴。现在看来，她好像并不领情。这个花总管，到底是在帮我还是在害我？帮助魏美人出席赏花宴，重获城主欢心。四爷，如果你有办法的话，就帮帮魏美人吧。要是再惹城主生气，他估计就要被赶回娘家，身边的侍女可能也会受到牵连。你忘了，我可是要当最高上宫的，这点小任务能难得倒我？不是养蜜蜂就是洗衣服，这是美妆游戏还是体育游戏？还有这个魏美人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都三天了，连门都没迈出去一步。美人身体不适，有事禀报，散了吧。就算是来大姨妈，也不至于宅成这样吧。就是蓝淼心思手巧，用羊乳羊姨子做的护手霜，你偏偏说是燃眉之急的过关奖励，合着 NPC 送我的礼物都是剧情安排好的呗？您可以这样认为，这都是系统内规定的，包括您的情感折射。知秋姐姐，送饭。
饭这事儿你怎么亲自去做呢？还是我替你去送吧。啊，哎，你衣服洗好了吗？哦，院子呢？院子扫了没？扫了。那你就抬去刷了，把地抹干净了，打扫除了，花浇了，肥施了，被子帮大家晒好了。这不都是昨天的活吗？昨天你还吃饭了呢，今天不用吃了。我什么我？我再说一遍，美人的活只有我能干，美人的房间只有我能进，我才是她的贴身侍女。再让我看到你接近长兴阁半步，看我不打断你的腿。干完这些活赶紧把药煎了，我会过来拿的。行，干犯人就要能屈能伸，我忍，等我任务完成了再找你催我算账。思妍小姐，看来你已经渐渐熟悉游戏的规则了。人在屋檐下，偶尔要低低头嘛。哎呀，你这个丑八怪，走路不长眼啊！你不用怕，我看他就是更年期提前，狐假虎威。我叫思妍，你叫什么呀？我叫橘子，我可以自己剪的。还有战队绑定模式，看来这个小侍女是我突破的关键点啊。橘子，我帮你吧，两个人比较快。哎呀，咦，什么鬼东西啊？大少主这次主场比试纯粹就是为了给明小姐看的。大哥，知道你的剑法好，但你也得给我俩留点机会展示展示吧。知道的大哥在小试剑法，不知道的呀还以为在玩杂耍呢。怎么，你们俩到这个程度都怕了？
大少主真是名不虚传，好剑法。不敢当。听闻闵小姐从小跟在闵将军身边长大，想必骑射功夫也了得。大少主自谦了。论剑法，七弟的剑法和我不相上下。七弟，闵小姐都来了，不露一手？我身上的风寒还未痊愈，大哥，你们尽兴便好。七弟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娇贵？拿出点男子气概来，别藏着掖着，让闵小姐看了笑话。大少主，我家主的伤还未痊愈，您就别强人所难了。狗奴才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大哥若是想切磋，我却知不公，定会拼尽全力的。也请闵小姐一定要为我加油。一个个刀剑无眼，万万小心啊。难得七弟配合，那我们就玩点有难度的。没有，主子您别犹豫，一定不能输。大哥，不要！闵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了，刚才多亏了淘淘。刚才多亏了你。大少主客气了。我们北境女子向来擅长骑射，淘淘更为拔萃，大少主若是不嫌弃的话，改日我让他向您讨教。大哥，没你这么玩的，来校场一趟差点小命不保。大哥肯定不是故意的，但可能是诚心的。闵小姐受惊了。一哥哥，刚才我都要吓死了，麻烦一哥哥送我回静心阁吧。行，请。
如果有什么烦恼，是一顿美食解决不了的，那就两顿。哎，放这儿喂美人的食盒呢？肯定是被那只兽拿走了。特意送蕊儿回来，劳烦一个哥。你小姐严重了，刚好顺路而已。一哥哥风寒还未愈，需好好调养。改日我送些当归羊骨汤过去，对暖中补虚很有效的。不敢劳烦敏小姐。不麻烦不麻烦，我也经常给我小姐给我爹炖骨汤喝。那蕊儿就先走了，一个个好好休息。怎么哪儿都能遇到他，真是冤家路窄。去府外把裴郎中请来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。奴才明白。裴郎中，他这是怎么了？七少主落水后虽然有风寒，但不至于生疹，而且这疹子形似花柳，就非污水所致，这说不定是人为的。您的意思是有人下毒？哦，对了，少主这几日可服有汤药？早晚各一副，是府医专门开来治疗风寒的。这人参和藜芦药性相冲，以小人之见，最好先停停。我给少主开一些外用的膏药吧。那我这疹子何时能痊愈？这个说不好，少则十天半月，多则月余，就要看少主您的调养情况。这么久，再过几日就是赏花宴了。主子的疹子要是还是好不了，主子，咱们还是如实告诉大夫人吧。您也好安心休养。不行，赏花宴是由母亲亲手主持，绝不能耽误。况且我这疹子若是传到府里，又少不了闲言碎语。可这左也不行右也不是的，那该怎么办？若是加大药量，会好得更快吗？这调火，你不早说。参与者如果没有能力完成任务，可寻求管家帮助。看来你还是有点用处的嘛。举手之劳。尝尝。哎呀，忘了你吃不到。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美食，火锅、烤肉、刺身。都不知道他们的味道，你的人生也太无趣了吧。在我的程序设定里没有进食这个功能，也不会感觉到饥饿。太惨了吧。不过我可以模拟进食。哇，王总管，您这是去送药呢？
在。有人看到吗？主子放心，我从太医院端过来，一路上不少人看到呢，不会有人起疑心的。乔总，他这脑子怎么能把药倒在您喜欢的翠峰盆景中呢？哦，对对对，这是大夫人赏给您的青瓷花瓶，沾染不得。是主子怜惜我。您没喝这药之后啊，气色都好了不少。奴才愚钝啊，您既然知道这药被太医院动了手脚，为何不彻查此事，反而小心谨慎做戏啊？小心行事，不要声张。我倒是要看看这些人是谁。我看咱们还是别查了吧。这查还没几天，您又是落水，又是被人下药的，再查下去，不知道还会遇到什么危险呢。你忘了巡防营的职责是什么了吗？老是制造责任的，怎么不替自己想想？啊！完了完了，这下怎么办啊？接受知秋姐的惩罚，太医院找药，惩罚还能有什么惩罚？三天不给饭吃啊？老娘还不信呢！你还是顾及一下刚刚被烫到的手指吧。谢谢你啊。又是你，下次出门一定要看黄历，免得又碰到你。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来医院当然是来找药的啦。找什么药？跟你没关系。上次陷害我的人又是你。我，你有疑心病啊！我一个小小侍女跟你无怨无仇，干嘛要对你下手啊？我是来找魏美人的药的。再说了，你有什么病啊？疑心病啊？那是要好好治治了。那你干嘛鬼鬼祟祟的？说到鬼鬼祟祟，你不也是偷偷溜进来的吗？大门明明在那儿，你却从窗户跳进来了。你有亏心事啊？还敢狡辩？啊！
小心！完了完了，黑衣人跑了，这家伙肯定把责任都算在我头上。庄云，庄云，不能醒！该怎么脱身啊？既然你这么想装晕，我就让你真晕。我。怎么会躺在这里呢？醒了，睡得真香。这是爬床不成被主子赶出来的，连大少主的院子都敢闯，真是勇气可嘉。就是啊，是啊。看什么看？散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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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开。这个齐观音竟敢把我丢到大少主院子里，丢死人了。不过那个黑衣人，我该不会是卷入了什么宫斗桥段吧？吓死人了。啊，鬼啊！对不起对不起，四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橘子，你用的真的是这个呀？我以为没人要了，所以我就用了。你不会生气吧？这药都被我熬糊了，肯定不能喝了。不过，你这敷脸上真的有效吗？嗯。魏美人的药方里加了白莲、桂枝、牡丹皮、桃仁和白芍，都是好药材，可以镇定止痛，消红肿。对啊，你懂中草药，我怎么早没想到？我爹是村里的游医，所以我也多少知道些。只不过这药材珍贵，寻常人家根本用不起，所以我只能捡些药渣做外敷的面纸了。难道魏美人和你一样，是因为脸上爆痘，所以才不肯见人的？爆痘，就是你们常说的那个痤疮。四爷，四爷，美人的药呢？你都熬了一晚上了，小心你的皮。惩罚这么快就来了。不过有你在，我就不怕了。橘子，我需要你帮忙把你脸上的自制面膜写一个完整药方出来，作为报答，你脸上的痘痘交给我，我保证给你治好。嗯。不过可能还有那个小家伙的帮忙。这个是九少主的，跑出来被我捡到了，我一会儿还得给九少主送过去呢。四爷。不敢劳烦知秋姐，我现在亲自送过去啊。我说过了。美人的事儿，我都要亲自经手，你听不懂吗？拿来。可是拿来，我别抢，不要拿来，你别抢。这是什么？我见美人久治未愈，就改良了药方。这可是我家祖传的养肤面汁，对治疗痤疮非常有效。你可以拿给美人试一试，说不定美人还能记你一个功。擅自修改药方。谁给你的胆子？怎么会啊，池秋姐，你真的误会我了。这可是我精心调配的，不会出问题的。我看你就是想害我，拿这样的药给美人用，出了什么事儿，锅全在我身上，你就可以取而代之。池秋姐，你真的误会我了。
要不我按照你的方子再给你重新熬一份啊？哎哎，不用了。怎么怕了？被我说中了？这药也不用重新熬了，就拿这个方子跟我去见美人，看他怎么收拾你。哎，知秋姐，你别呀！哎，美人，就是外面那丫头把您的药熬糊了，还花言巧语说这是什么改良的配方。我看呀，她就是千方百计的想糊弄您。不让我见美人也就算了，怎么还颠倒黑白？既然如此，就把他拉出去打发了吧。是。之前，美人，你没有感觉到脸上有什么异样吗？好像凉凉的，刺刺的。你这个奴才，好大的胆子，什么东西都敢泼在美人脸上吗？快来人，把他拖下去！美人恕罪，我刚刚泼的仅仅是淘米水，却是你皮肤最好的卸妆水。等一下，你刚刚什么意思？美人。你脸上的痤疮被厚厚的妆品覆盖，用闷着不透气的面纱恐难痊愈，只有先卸了妆才能再进行治疗。美人，你仔细感受一下，现在脸上是不是舒服多了？似乎刺痛确实减轻了一点，好像确实像你说的那么回事。美人，你别信他。那我信你的吗？你看你把我脸弄成什么鬼样子，你确实能把我治好吗？我必能还你玉姬。思妍小姐，看来您已经越来越熟悉了。思妍小姐，用这些祛痘真的可以？护肤品的成分可是很复杂的。无论是内服还是外敷，都是中草药，长期坚持肯定是有效果的。不过短期内只是个噱头，让魏美人相信我就是她的烂脸救星，可实际上只有她自己才能治好她自己的脸。只要做到早睡觉，控制饮食，不生气，不乱发脾气，他的痘痘很快就会好的。放下，吃蔬菜。都好了，怎么
外面人的痘痘还不见好。死我了！美人，你慢点吃，这还多着呢。嗯，我得速战速决。我跟你说，让思雅那个丫头看见，可了不得。你怕她做什么？我看那臭丫头就是存心跟您过不去。您看您都瘦了。嗯，我可不瘦了，我还蔫了呢。嗯。美人，这个点你该休息了。橘子，拿出去。嗯，站那儿。我就吃最后一次，天天粗茶淡饭的，我都快蔫了。美人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你一个丫鬟管这么多呢？哼！我就说美人的痘痘怎么治都治不好，原来是有人阳奉阴违。行，不作死就不会死，你爱治不治？你好大的胆子，你竟然敢骂我！城主都没有骂我。城主是不骂你，他现在都懒得理你。美人，你看我脸上痤疮都是四爷治好的，他不会骗你的。四爷，快跟美人赔个不是。我凭什么？难道不是美人你做错了吗？你真以为自己有多么天生丽质啊？还不是要靠城主的宠爱。你连你自己的脸、你的饭碗都不尊重，凭什么让别人尊重你，为你花心思？强词夺理，身为女人一样得争一口气。那你争了吗？争气的人是像你这样说一套做一套。你到底是在争气还是在糊弄你自己啊？美人，我只想告诉你，无论你想要什么都要付出代价，不是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一个男人身上。你做这一切都应该是为了你自己，你自己都放弃了，别人坚持还有什么用？你站那。你放心，我今天就回养蜂处，不用你赶。你站那。今天晚上发生的事儿，谁也不许往外说，谁要说出去，卷铺盖走人，听到没有？是。把这个收了。美人。以后谁要再送，打断他的腿。那个，我今天晚上还没有敷黑泥呢。这消息属实，千真万确。小的在药房打探来，七少主并非单纯的风寒，而是起了疹子，状似花柳。再加上前几日他在云水楼一掷千金的事儿，老七啊老七，这次终于被我抓到把柄了吧？你个小兔崽子，站住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参见七少主。怎么了？思妍这个丫头，她把我眉毛画成了这样。不是我。你这眉毛倒是别治，别再狐狸大呼小叫了，赶紧回去。七少主恕罪。
我从梦境里醒过来，几只麋鹿围绕爱，推开门光耀着闪过的白，我们能否重来？阳光折射湖面，倒影不在，烟火人间仿佛吹过人海，多少路人行程匆忙离开，落下成一群白，我闭上眼睛坠落大海，像落下晚风迷雾散开，无数个夜晚星辰落彩，情欲像你几分沉入云海，落日余晖是罪，落下雨尽于爱，宇宙穿越时空去未来，纷落海底尘埃，光年外已不在。阳光折射湖面，倒影不在，烟火人间仿佛吹过人海，多少路人行程匆忙离开，落下成一群白，我闭上眼睛坠落大海，像落下晚风迷雾散开，无数个夜晚星辰落彩，情欲像你几分沉入云海，落日余晖是在，落下雨尽于爱，宇宙穿越时空去未来，夜晚星辰落彩，金鱼像你几分沉入云海，落日余晖是在，落下雨尽。